想跟小丁一组这一趴。小丁一拖三。小丁跳舞可以的。小丁跳舞也一拖三。热巴也可以。好，音乐准备。你跳舞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开始放歌跳舞不行，我不会跳。不会跳就傻舞。OK。他得跳这个歌跳的舞。跟这相关的吗？就你动作有一些相关就行。第二位，灵魂舞者。这个这个，人家会，哇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呀！啊！来第三位，这咋这啥呀？顶顶。哇哦！太牛了，好厉害，太牛了。哎，这边的桶一动没动，对，这边杆都没有拔过。哎，我们把这鱼，我是做了什么？好厉害呀、啊！我都以为装了遥控器，你知道不？特别像蓝牙控制的。嘿，现在就没有，录的时候就有。他们有蓝牙控制是吗？不是，有这么那个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，我觉得不至于吧。我不知，迪哥，我仁不仁义？取消这个了，直接答题，因为不然的话你都答不上。不是，你看，你看人家，你看他们没点事儿。哎，各位观众，来看一下老秦的队友们，都插满了。老秦跟老秦跟弟弟差的差了这么多，我们差的。嘿，啊啊啊啊啊、太可怕了！丁晨曦和秦孝贤两个人差了十多根，一个没跳。快快快快快快！那个德林把那个东西拿走，老秦一个受不了了，快把它拿走！不害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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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还干敢不敢跟我玩呀、啊？我的运气，吓不吓人？哦，你那个好吓人啊！吓不吓人？是不是节目组搞的？不是不是，我都要疯了！我的天哪！离我远一点！两位队长，直接安排一下顺序。我都被我自己吓死了。对呀、啊，不可能的事情哈。因为到你那个就是，我想说随便一试，他如果真的送我再谈就谈。又弹了，因为到这点儿，拿这点儿，到热巴那儿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对吧？就觉得再弹。哇哦！哎呀，我天！我俩要干啥来着？拿糖就站着，然后拿糖。哎，我要干啥来着？老师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威亚威亚，他就是威亚，小心点。哦。
晕了晕了。啊，最后摆完这个，然后最后我俩摆完这个，然后走到这儿摆这个。这个，来吧。所有人都这样吧，我们后面就是你们两个，那个地方是牵手转个圈。哦，要转圈。一个比心，然后牵手。哦，比完。咋来的？一二三。最后他们都，最后一个是谁来着？我俩。哦，何老师。没，何老师走了。然后我俩就这样比个心，推到一起牵手，转圈圈，耶，然后就往前走。我有个弟弟 Queen卡，是啊，你看人家他会跳，是这样。哎，我的肢体怎么为什么不协调啊？哦，是往前，哦，是往前呢，关出去，他得做一个 wave。 I'm Queen卡， I'm Queen卡。哎，咋搞啊？搞不懂。这个是先要把头安进去。你俩在比赛谁先玩两个失败的？对，比赛谁先把谁对方的头敲出来。因为你敲对方的时候，你的盾就会下去，就防守不了。快乐啊，扭一下，对，好久没看到这种两败俱伤的两败俱伤场景，很难，怎么扣不上？要拧一下，转一下 ，OK， 三二一。哎，我都没动啊，为什么敲出来了？绑两下就容易这样，你们拧紧是吧？太好的，使劲敲就能出来。对。好。确实，只要往死里敲就行了哈。就是往死里敲它就能出来。震出来了。往前怎么？往前推啊！看这个脑袋往前推一下，来。好快乐，好高兴、啊，你们好开心啊！我们也很高兴看你们玩。哎，那好玩，我感觉。哪个？那个后面那个什么？你看他兴趣多浓厚啊！对对，看那边那个好玩。